我爱美，所以我爱美丽的衣服。漂亮的衣服让每个人神采飞扬，所以我不断寻找能使自己变得完美无缺的一件衣服。直到我遇见了一名裁缝，他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一件最值得珍惜的衣服，那就是自己的身体。早就起来了啦，上次你给我有面包皮的给错了。妈咪，明天我要炒面。拜拜拜。阿妈，阿文咧，寻日做得好迟啊，所以冇听你电话。系啊，星期日咧有人摆酒啊，所以要加班啊。一下佢起身咧，我就要打翻香港俾你啊。哦，好啊，拜拜。阿妹啊，为什么你都不吃妈咪做的早餐？只有小孩子才吃妈咪做的早餐。我跟妈咪讲。你跟妈咪讲，我就跟妈咪讲，你把她的早餐请男朋友吃。我没有，你别乱讲。OK， 好，这个你的灯拉扯一点。OK， I just pretty simple, just need， 就是一样。I think you need to lose some fashion on her face。高 B 高高。哎，思思，哇，看到你精心的今后。那你女儿的鞋又滑又亮，好像新的一样哦。她就是那么粗心的，刚买不久呢就刮花了。哎，多少钱啊？不用，不用，不用，拿去，拿去，不用，不用，不用，你收吧。买多两杯咖啡请我就好了，不用，不用，拿了。不用，不用，这怎么好意思呢？请拿去，拿去借你了。OK， 拜拜，拜。Better， look here, good。星期二。猪肠粉、辣椒多，只买多加了。拜拜。喂，等一下，慢慢吃，不要急。记得跟我算啊。一定跟你算，你跑不了的。我上门来找你啊。嗯。I just need to chill, smile a little bit more, relax. Okay, let's test. Okay, good. Slightly apart. Perfect.
Andy， 这边有没有改名牌衣服的？有牌没牌，名牌冒牌，通通改。来，我看看，是毕业舞会用的，还是上班用的？都不是，可是我赶着用。嗯，好，穿给我看看。扣子扣上，就改这里。他们那边要我等太久了，说两三个星期才能改好，说要快就在这里找你。安迪，你签上了 Taylor。Seamstress。啊？是 Seamstress。哎呀，你不要叫我安迪，你叫我思思或思思也可以。来，手放下，舒服吗 ？OK。放下。下个星期可以吗？这么快？会不会乱乱来的，很贵的嘞。年轻人，我这里快要30年了，你放心，老字号了，改不好不收你钱，写下名字、电话号码。那后天可以吗？我打电话给你。怎么不先喝杯咖啡，看看报纸啊？这么早就开工了？要赶工。你呀、啊，生意什么时候都这么好的啦？哇，这么漂亮的小洋装啊，一定又是做给那些印尼太太的女儿啦。这一件啊，是给我女儿的，继过两天呢就要过生日，10岁了。她说一件十全十美的小洋装。你呀、啊，女儿要什么你就给什么，被宠坏了。努力有鬼用咩 ？service 又唔系俾我哋嘅，又唔系老细赚钱。又唔见佢加薪，净系扣人工，打烂嘢要扣，迟到又要扣。做餐馆呢行嘅人咧，个个都冇人性啊！你哋再唔开工，我真系冇人性啊！啲客唔会等我哋噶。文哥，第日你转性开餐馆咧，我一定跟你啊！喂喂，点解要佢转性啊？傻老板边可以咁好人啊？对客人咁好脾气，连我哋又够义气。系啦，唔使咁好口噶啦，冇人工加俾你噶，做嘢俾老细睇啦，老细话你好就得啦。Go go go！ 哎，听晒你噶啦，文哥，走啦走啦走啦。西西啊，嗯，我那两件晚上改好了没有啊？好了好了，早就好了。哎，我来拿我来拿。哎，陆怡，你穿的？路易斯，英文不好啊。笑，露胸露背的，我怎么样穿呢、啊？哇，哎，很贵的嘞。讲出来吓死你啊，你赚一个月的钱都买不起哦。路易斯啊，这里呢破的我都已经帮你缝好了，那还有这些珠片呢，嗯，松了我也帮你缝好了。嗯，哎呀，思思啊，你是最厉害的，好像新买的一样。哎，还有还有，
大明星明天晚上要去 event 要穿的，你帮我改宽一寸，我傍晚来拿。路易莎，今天真的不行啊！帮帮忙啦，不然大明星发脾气我就惨啦。哎，哪一个大明星很有名的？讲出来啊，吓死你啊！人家才不要每个人都知道他在新加坡呢。路易莎，今天我真的不可以啊，我等一下。我给你双倍的价钱，很容易的嘛，改宽一寸。好，帮帮忙，帮帮忙，谢谢你。帮帮忙，好好好好，你放下，你放下。OK， 你是最好的了，我帮我来拿哦。好 ，OK， 拜拜，拜拜。欢迎收听了。哇，哎，真的很美嘞。嗯，我这一辈子啊都没有穿过这么美的衣服哎，改天我做一件给你喽。真的吗？你那几件衣服啊吊上边了很多年了都没有人买，你的手工这么好又这么美，我如果年轻一点啊我就跟你买来穿。难得有人欣赏，你喜欢哪一件我送给你。开玩笑的啦，我哪里穿得起。女人任何时候都可以漂亮的，一定要为自己打扮。女为悦己者容，其实呢是为了取悦自己，让自己开心。你老公对你那么好，两个小孩子又这么乖这么听话，你呀幸福咯，有爱就容光焕发啦。好了，不吵你了，回去啦，拜拜。充满希望，虽然英年早逝，但听众心目中的印象永远是那个才华洋溢很有气质的音乐人张雨生。1988年首张个人专辑出版时，他说专辑是要纪念他不幸去世的妹妹，也献给所有爱惜生命的人，送上这首新版的《天天想你》，祝你天天活得开心，为自己为别人发光发亮。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
来喝茶。拿不定主意啊，上个礼拜你吃过 A 餐的了， B 餐对你们两个来说呢可能多了一点，那个 C 餐呢，西餐今天有两个冷盆，有一条鱼，一个牛肉，一份青菜，一个炒饭，够了吧？我不吃牛肉的。那我换一个水煮猪肉给你，要点辣的行不行？可以啊。OK， 晚饭之后送甜品，今天是龟苓膏。我又不吃龟苓膏哎。那我破例送你一个雪蛤膏 ，OK？ 好，可以。慢慢坐。哎，等一下，能不能帮我加点菊花？没问题。好，谢谢啊。坐一下哈。来，阿妹，十一号台买单，加点菊花给我，谢谢。喂喂喂，你点同我做生意噶？嗱，佢公司赚钱越嚟越少，咩事啊，老板？乜嘢事？啊，我谂你梗系有事啦！喐唔喐就送龟苓膏，而家送埋雪蛤，公司赚乜嘢啊？唔系啊，上个月生意咪几好？你咁我点放心调你去总店咧？嗰边比呢边大一倍嘅，租金贵三倍嘅，你知唔知啊？脾气几重啊？你而家推荐佢哋食大鱼大肉，唔系日日讨餐讨餐，公司赚乜嘢啊？我知噶啦，得啦得啦，得，我睇你咁唔得啦。开始了，快点回来，拍照了。哦。祝你生日快乐！姐，送给你的，谢谢你，来一起拍，美美，万猫万猫，自拍啊，啊，是好，快点，我一起拍照了，我一起拍，来来啊，来，来来来，一起拍，谢谢，静怡。要不要快点把衣服换下来？妈咪，你看这个。什么事啊？嗯，下次我要这边也有车线，不要像大人一样像你的衣服。你还小啊，快点把衣服换下来，要不然衣服会脏的。我不要，我要爹地看到我穿。你爹地啊，还没有打电话回来。也不知道几时会回来啊！我要等他。Daddy， Daddy， Daddy， 我的衣服美不美？当然美啦。谁帮你做的？妈咪做的，特地做给我的。我跟她说我要一件这样的小洋装，好像美国电视剧的那种，她就做给我了。Party 好不好玩啊？开不开心？好玩。我都当过北里爱头一名了。嗯。要不要来看看我的礼物很多很多？安迪美丽说我的生日蛋糕很漂亮，很好吃。乔丹很顽皮耶，他帮我拆了我的一个礼物。我跟他讲我要自己拆，他说我太慢了。你玩打翻你一个，全世界等紧你啊！忙都还一声啊嘛。静怡，来，来来，要冲凉了，那把衣服换下来啊，好不好？去去去，快去！影到好多相啊，相机喺台面，自己来睇。
冇電啊，點睇啊？等我換下電先啦。喂，干嘛你每次都不敲人家的门？我敲过了，你没听到。在忙什么？我在做功课。房间怎么那么乱的呢？为什么你又没有去静怡的 birthday party？ 这个 camera 充电器在哪里啊？我没有拿。这种东西一定在你房间嘛，帮我找出来。你自己去找啦。你看你房间这么乱，我怎么找呢？两年叫你点当兵啊？你话帮我听。是我房间乱，又不是你的房间乱。什么你的房间，我的房间，你分那么清楚吗？我告诉你啊，我是你爹爹，每一个房间我都可以进去的。帮我把充电器找出来。你要的东西你自己去找。那个衰仔真系冇鬼用噶，每次叫你帮我做啲嘢都唔肯做嘅。帮我找。冲凉啊！冲凉啊！冲凉。你得閒唔該教下個仔，管下個仔啦。你睇下間房啊，七個。知啦，知啦，知啦。吵什么？是他先吵的。有空我收拾一下你的房间嘛，你不让我进来。好了好了，我有空我收拾 ，OK。帮我关门。Be warm. Just over here. Arch, arch. And we are good. Let's take a break. Do some touch on the face. Yeah. My leg should be warm for your leg. Hey, 听说有一个纽约高级女性内衣品牌找你做他们进军亚洲市场的代言人，真是恭喜你。OK, OK, 好了。好了，可以开始。Construction work is very dangerous, you know. Thank you, CC. Next time I bring my special Indian curry for you. Next time you build one nice condo for me, okay? Thank you. Hey, wait, wait, your money. You give me discount, $5, right? Who say? $3. You build nice houses for us, I give you more discount. Thank you, CC. See you. Bye. Bye bye. 这里有改衣服吗？嗯，随便看看。安琪，帮我拿下这件、这件、这件、这件，还有那件。你全部都要买吗？我要试。你全部都要试啊？我全部都要试。那你试的喜欢会买吗？喜欢就买咯。这些全部给我拿下来。小姐，你没事吧？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我失恋了。我全部拿给你试。你慢慢试。
小姐，你们卖事啊？我没有这么早关店的。你要人家给你一件，你可以出来给我看的啊。嘿嘿，送饭来了。啊，世豪还有静怡呢，今天怎么这么迟还没来？就是啊，被 SMS 他们了。这些啊，都是静怡喜欢吃的。哇，好美哦！我要这件。好。哇，谁来的？像模的好美哦，不过脸臭臭嘞，又好像不喜欢那件衣服那样，又要买。人家刚刚失恋，心情不好，女人买衣服可以让自己开心吗？我就让我慢慢试啦。你最心软了，你也慢慢吃啊。谢谢你啊。小姐，你喜欢哪一件就跟我说，不喜欢也不要紧啊，试试穿试试看哦。给我看看。哇，这里的袖子呢宽了一点，帮你改窄一点。你的身材很好，穿了这件衣服啊很漂亮。你不是要我买这件衣服才这么说的吧？不过是真的喜欢这几件，设计挺特别的，手工也不错。是哪个牌子的？我没看见有牌子呀。有牌没牌，名牌冒牌，喜欢就买。这里呢，我帮你改一改，保管就像替你量身定做的一样。小姐，你不介意我这么说，你这么漂亮，不怕没有男朋友的？那个男人不要你，是他不好，是他的损失，一定会找到喜欢你的人喜欢你的。我全部都要。其实女人也可以很独立的，知不知道？安迪，你叫我安迪。我是来跟你做生意的，不是来跟你听道理。你也帮人家改衣服的，对吗？帮我改一改，我过两天来拿。写下你的名字还有联络号码。要放多少定金呢？不用，这些衣服除了你，没人会买的，我留给你。Christy， 答应我，不要做傻事，很多关心人会很伤心的。你有事可以随时到店里来找我 ，OK？ 安迪很有空的，想找人聊天就找我 ，OK？ 妈咪晚安，快点！过两天我要穿那件，早点帮我改好。记得了，不要做傻事，有事没事可以随时到店来找安迪的 ，OK？ 妈咪，记得啦。快点！哦，来来来来，为什么叫自己安迪？在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地方叫独臂国。你知道为什么叫独臂国吗？因为那里每一个人呢，就只有一只手臂，一只腿，一个眼睛，那一个鼻孔，什么都只有一个。咦，什么都只有一只？那不是很可怜，变成了怪物吗？对我们来说，他们可能很可怜，但是对他们来说，这种两只手臂、两条腿、两个眼睛、两个鼻孔的，才是怪物呢。原来你是怪物，你才是怪物，我们两个，大家都是怪物。
就快两点钟啦，仲唔瞓？放心，你又唔好俾个女咁夜瞓啦，仲要翻学噶。你话同你阿妈出去玩，俾佢啲资料我啊。仲有啊，阿姐你啲 passport 都麻烦埋我啦。几多啫？二四五六。讲晒佢啦。四五六七零零 A。女咧？二二三四五。七七零 D， 唔系我想话你嘅，唔好成日孭洋服抱啦，得闲多啲时间管下啲仔女。我就话搵食忙啫，我都唔知你忙乜，我每日企十几粒钟噶。你这么多埋怨，你回香港好吗？两位美女你好，金茂婷你好，忙不忙？还好，还可以。Chrissy 在哪里啊？她在楼上啊。好，那我去找她啦。OK， 拜拜。老板，拜拜。好帅哦。All right, let's work for lunch. Ready for next outfit? Hey， 吃饭了，吃饭了。哇，好漂亮的新娘子哦。对，真漂亮。哎，金茂婷，已经规矩来探班了。这么好，来探班。哇，是来求婚的？你不是在纽西兰打高尔夫球的吗？生气啊，我才刚下飞机就来找你了，球袋还在车后箱。Hey Christy， 要不要跟我们去吃饭？来，我请大家吃饭。我不吃了，你们去吧，我在这里休息。那 Timothy 下次要补寝哦。好，你们先去吧。哎，要不要我们打包？不需要，你们去吃吧。我听说你要做纽约高级内衣品牌的第一个亚洲代言人啊。谁说的？合同都还没有签呢，人家要不要我都还不知道。人家怎么不会要你呢？在我的眼里你是最出色的，我要你永远都这么漂亮，永远都这么美，吃的饭美，结了婚美，生了孩子也美。谁说要生孩子的？我啊。应该没什么事，可能你最近工作太劳累了，我建议你做一些身体检查来确定你的状况。看起来没问题，心电图显示也是非常的正常。你哪里不舒服？哪里痛？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也许是荷尔蒙的影响。不如这样吧，两个星期后再来找我，我们再检查看看。你是认真的吗？当然，我要向全世界宣布，我 Timothy Tang 最爱 Christy Kong。谁听得见啊？说话不算数。我要你给我证明。很难肯定，你上次做 mammogram 是三年前。不如这样吧，你去看一个专科，我给你推荐一个医生。那我让你安心吧。这样，我们找一个专业摄影师拍艺术照，全裸的，把我们最美的一面拍下来，大家一定说完美无缺，天衣无缝，怎么样？万一你在耍我呢？暂时不能确定是什么，最好是各处来检查。你相信我就答应我好不好？
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最美丽的画面。好吧，好吧，要全身麻醉吗？全身麻醉，肿瘤很深。好，全身麻醉。去哪里了？饭菜都凉了，我叫他们赶快趁热吃。你怎么来了？我来很久了，买东西经过这里就进来看看，哪里知道你不在啊。你怎么可以丢下生意不管？孩子在这里也没有人照顾啊。我有事，他们自己吃的。你要注意他们的饮食，外面的东西哪里有营养啊？你看他们都吃不多，怎么没有胃口啊？那过几天到外婆家里去，外婆煮你们喜欢吃的菜。金姨，你喜欢吃什么？哎呀，算了，不喜欢吃就不要吃了。那要洗手，过去那边不要摸那些布啊。妈，哎呀，你看这里那里那么乱，你呀店里家里都顾不好。伟文怎么啦？升级了没有？妈，你有没有叫静怡啊？要不然以后衣服掉了一粒纽扣都不会缝啊。还有啊，诗豪整天玩手机，性格这么静，以后怎么找女朋友呢？你有没有煮他喜欢吃的菜？男孩子在发育，应该吃多一点。妈，哎，洗完了，嗯，要回家了啊，做功课啊，外婆带你们回去。哎哎哎，乖孩子，走的时候要跟妈妈说再见。走了。妈咪再见。我带他们回去了。哎，你看起来怎么这么累呀？吃饭了没有？脸色很不好哎。这么晚了应该没有顾客的，关店吧，我先走了啊。
老公啊，即刻晚打嚟啦，同佢讲多两句啊，唔好下下都咁快收钱啊。系啊，伟强打个俾我，佢话想同我 partner 一齐搞餐馆，地方都揾咗噶啦。你细佬要你开餐厅，咁咪要好多钱，所以咪 partner 咯，十万人波知道咯。佢话咧，而家深圳发展得好快，啲人民币指数又高啊，而家翻去搞有得搞噶。搬翻去，咁仔女点啊？我啊，梗系想成家翻去啦，但冇可能噶嘛。啲仔女最好留喺新加坡读书噶啦。你话有边度读书好咧？新加坡？其实我都成50岁噶啦，咁谂嚟谂去，不如自己做老板，自己开餐厅，万一有受人气。咁啊點同啫？不如你投資落嚟啊，一齊做咯。我冇錢啊。你鋪頭唔係有啲錢嘅咩？鋪頭係我媽噶。你間洋貨鋪幾靚媽買咗佢啦。就算真係要做啊，都唔使咁大地方噶嘛。而家市道又好，價錢高啊。如果你媽買咗佢嘅，俾筆錢你等我餐館做老闆娘，你又幾好咧？5年到噶咋？5年之後咧，諗住 franchise 俾人哋，咁我哋咪退休咯。我冇咁嘅福氣。你硬係唔想我老公好嘅，唔想我出人頭地嘅。我冇咁嘅命啊！我都唔知你谂乜嘢。我嚟咗新加坡成20年噶啦，一事无成啊！我个 friend 阿肥荣，你记唔记得啊？人哋翻咗香港10几年啦，几间餐馆啊！如果10年前我跟佢翻去嘅话，话唔定而家我都系老细啦。你唔好淨係顧住你間洋服鋪啦，得閒我唔該你出去睇下。而家個世界唔係咁噶啦，啲人買嘢去 shopping mall 買名牌，著爛就抌噶啦，補補補，爛咗佢補得翻嘅咩補？我有乳癌。咩話？第4期乳癌，醫生說要開始做化療，2个星期后。
哎，来拿衣服啊，早就改好了，等一下。上次你说有事情可以随时来找你的。嗯，其实我不是失恋啊。那就好啊，我还怕你会做傻事呢。这些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很漂亮的。还好啦，我老公常说呢，一直摆在那里没人欣赏，不过你穿起来真的很好看啊，真的。我是打算穿去出席一个 event 的，可是我可能没办法穿了。啊，不是，真的没关系的，反正这些衣服啊放在那里都没有人买。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说的是，我妈有，还有我的姐姐，他们都是。家里是有遗传的，可是我不能，我很难得才得到，我还要结婚呢，我不能是那个，我不能是。你先坐下。什么时候发现的？看过医生了吗？嗯，切片了，拿去检查。一定有办法解决的。什么时候知道结果？医生说要两个星期，大概就是大后天了。就是两个星期，我不可以跟我的同事说。还有，我怕我的男朋友他会，我不知道。我只想到，可能可以找你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你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嗯，对不起，打扰你了，安迪。我一直想跟你说，我叫西西，思思也可以。谢谢你，谢谢。别说，谢谢你啊 ，Christy。大后天，有人陪你去看医生吗？我家人他们都不在这里，我陪你去。这是你的 X 光片，是瘤，恶性的肿瘤。家里的长辈有没有这样的病例？怕会扩散，移到其他的地方，必须割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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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快越好。如果我不割呢？有没有可能不割，也不会死掉？这很难说。啊，对不起啊。
Christy， 你快点回来，要尽早约时间动手术的。你不割，那癌细胞扩散怎么办啊？你能割就早点割，时间是关键，要不来不及了。Christine， 乳房就是脂肪，只是割脂肪而已啊。怎么会呢？你们就只有乳房而已吗？思思，没有乳房，我就没有工作，男朋友也不会要我了。Christy， 你不要傻了，你不要命了吗？你不要这样爱美可不可以啊？你知道你这么做有多笨吗？你辜负了所有疼爱你的人，你知道吗 ？Christy， 呀，妈，这个是我身边煮的鸡汤，等一下弄热了给他们喝。这个我蹲了很久了，特地去药材店问，他们说能滋补你的身子，对你很有帮助。女儿，趁热喝，不要放得太久，冷了就没有营养。不要担心，我怎么能不担心？我都没有，为什么你会有？喂 ，Christy 吗？哎，是我，你在忙吗？我用手机打了几次电话给你，你都……那我快说好了。这个周末你有空吗？我家里呢，这个周末庆祝父亲节，煮了一些食物，想请你过来聚一聚。Christy 啊，那天我真的不应该……是这个星期天6:30，你看看你的时间。啊，那太好了，好，到时见，一定要来哦。好好，再见。Christy 姐姐，Christy 姐姐，你看我的洋娃娃美不美？很可爱耶。你的眼睛很漂亮，哪个美啊？很美。现在你戴。好。怎样？美不美？美。十号，过来帮忙。要开饭了，妈咪的菜很好吃。我们去帮忙吧。嗯。放下，帮我拿出去。哦。Hello， 我来帮忙啦。不用了，你出去好了啦，你出去。不要紧啦。今天啊，他们爹地可能会迟点回来，因为是父亲节，难得可以请半天假。一下吃饱饭，就可以切蛋糕了。哇，父亲节也有蛋糕啊？因为我要吃。你们的服务啊，真的是糟透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嘛。餐馆生意再好也不应该这样的，你说对不对？不好意思啊，最近是人手不够了。人手不够是问题吗？人手不够可以请的啊。我发现你们员工的训练方式是有问题。你这个经理是怎么当的 啊？我告诉你啊，换着别人啊，已经拍下来放上 YouTube 了，再不然写信 complain 了。OK 了，不要生气了，我拿些雪花膏送给大家嘛，啊？买单啊。OK。来，真不好意思啊，这次
我给你 50% discount， 还有些大用券，下次可以用的。以后啊，以后再看吧。我们走了。谢谢。下次再来啊。Thank you。慢走，慢走。Thank you。像我的洋娃娃那样漂亮，谁叫你这么说的，真乖。那你以后长大要做什么？我本来要做 seamstress 的，可是现在我要做 model。 做 model 不好？你不是做 model 的吗？为什么做 model 不好？做 model 可以。Baby， 嗨 Baby， 嗨，我来啦，同你谈个朋友 Christy。 Hello， 你好。 Hello，坐吧。谢谢。坐吧。哎呀，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没事啊，你坐下来吧。你们聊天吧，你们聊天吧。好吃吗？嗯，好吃。想不到你做衣服又好，厨艺又好哎。哪里？维维的厨艺啊，才好呢。雷丽很久没有煮饭给我们吃了。我听说你是大餐厅的经理，工作一定很忙，都没时间拿假，对不对？等你要放假了，我们要去坐游轮了。啊？几天而已，一个周末。本来呢是跟我妈一起去的，她临时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那静怡跟世豪一定很兴奋喽。游轮哪里会好玩？整天在船上，不要去。一家人都要去。叫皮皮姐姐跟我们一起去。啊，你拿婆婆的票。是啊。可是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呢。你查查看嘛，反正我们多一张票，跟我们一起去散散心。伟伟，好。好啊。那你看看没有时间吗？皮皮姐可以吗？好，我要看看。来，切蛋糕吧。Happy Father's Day。Happy Father's Day。姐姐，你兴奋吗？当然。开心吗？开心。今天天气不错。那什么呢？帮我跟妈咪拍个照片。哦。一二三。PC， 你也拍一张啊。好啊。闪右。一二三。好了。谢谢。给我。好了好了。好吃哎！哇，你有汤汁哦。嗯，想吃。小姐，你们的 A B C 餐呢？全都是海鲜来的。就是这样的啦。没得挑的啦。出来就是吃海鲜哦，这就是我们 special menu。这个。那来，喂，有冇搞错？未讲完啊，走嘅乜嘢服务态度啊？来，欢迎嘉宾。Baby， 我要吃虾。妈咪身体不舒服，无所谓啊，俾你哋食。那你看吧。Christy， 没问题吧？没问题，我可以陪他们吃。好，那你要哪一个？虾是吗？选的。虾应该是这个吧？虾的。你想不想？来，换位置，换位置。过来。来，老婆，你坐这里。孩子们呢？哦，伟文带他们去四处看看，让我静一静。那不打扰你了。哎，不，你陪陪我啊。好。啊，你小孩他们很可爱啊。我担心静怡呢太依赖。世豪，他有什么事都不肯跟我说。大概是我教的不好。怎么会呢？你老公他很疼你啊。
谢谢你请我来，可以有几天不用面对任何人。男朋友啊？他要求我跟他一起拍裸照，可是却还没有正式向我求婚。那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爱他吗？我不知道。这就是你不动手术的原因？可能是吧。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切了，代言人就没了，蒂莫提也不会再爱我，我什么都没有了，这样还算是活下来吗？只要活下来，工作没有了可以再找；只要活下来，男朋友没有了还是可以再找的。你还年轻，还是可以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就像你那样是吗？你开心吗？如果让你选，你会怎么选？你的问题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一个人生病了并不只是一个人的事，他周围的家人朋友也是需要安慰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怎么说、怎么帮忙。所以生病的人要比没有生病的人更坚强，因为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才能帮到自己。你问我开心吗？我每天帮人家做衣服、缝衣服、补裤子，可是我却从来没有给自己做过一件衣服。我在想，那些原本看到衣服已经坏掉了、破掉了，后来缝好了、补好了，他们开心，我就开心。我缝了一辈子的衣服，我却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件最奇妙的衣服，是所有裁缝都做不来的衣服，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你的心，你的身体，我补不了，还是要靠你自己。色衫咧同颜色衫要分开嚟洗噶，洗边个先啊？快洗白色先啦。哦，得唔得啊？有几多？两匙羹。呢啲我全部帮你搞好嚟啦。嗯。你咧，你揿呢个掣就得啦。嚟，试啊。生活给如常，你应该做一向都做的事。常运动，多注意饮食，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你是做什么的？裁缝。那不是跟动手术的医生一样吗？你们先拿回去吧，下个礼拜放假了，有空去妈咪店里帮忙。我们为什么现在要来这里吃？以前在店里吃不是很好吗？我不喜欢这里，那个安哥一直在看我们。你们两个以后也听话，不能让妈咪生气，要多点时间陪她，知道吗？这里呢都是放了杂志，还有一些样本，还有这里，
每天要出的货呢，都把衣服拿出来挂在这里，上面都写着顾客的名字，还有吊号码，不要记错。这个很重要，这里两个呢是门面，所以一定要收拾得整齐干净，知道吗？世豪，有没有带相机啊？有。帮妈咪拍一张照，我想让奶奶看到妈咪漂亮的时候，在这里。哦。一二三，好了。待会呢，帮我去批发商把这个拿回来，样本在这里。这里呢是所有顾客的样本，这个是批发商的样本，所有的布料和颜色都在这里，拉链也有，什么款式的，什么颜色的，还有这个也是，看到吗？啊，还有，这个很重要。这是所有顾客的资料，全部都写在这里，有电话，有地址，还有名字，清楚吗？嗯，好了，你去帮我拿线吧。哦，去哪里拿？记得啦。你有没有这种线？我刚好没有货，你要不要等？还要等啊？等我叫人去货商拿货咯。需要等多久？3个小时吧。3个小时？有没有其他的？有，当然有。走，这些不一样哦，不过比较便宜。我就拿这个了。小伙子，你肯定这是你妈要的吗？当然啦，便宜一点不是更好吗？我劝你啊，还是等3个小时吧。我叫人去货仓搬货。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拿这个好吧。好了，随你咯。你肯定你是西西昌的儿子啊？这是老板拿给你的。嗯。一定是拿错了，打电话去问系统。老板说他们没有货，要等3个小时。他说这个差不多一样，还而且更便宜。这个呢，是你拿回来的。这一个呢，是你应该拿回来的。你看，如果等3个小时，你就可以拿到那30年的线，为什么不要等呢？做事一定要有要求，不可以退而求其次，否则，你不但是在骗顾客，你还是在欺骗自己。兼咧接到个电话，地产打嚟噶，佢话而家市道好好，不如而家卖咗佢啦，好嘛？可以多啲休息啊嘛。间铺头就嚟30年啦，人生几件事可以做咁耐啊？我边度可以俾你停落去啊？我唔系叫你唔好做，系暂时唔好做啫嘛。医生唔系叫你。医生不是说一切如常的吗？把裁缝店关了，我的生活怎么一切如常？只要我还能工作，这店不能停下来。好了好了，唔好啦唔好啦，你出去坐坐啦，我啲鸡精俾你饮啊。彩票死咗，间铺头就可以删。呸呸呸！大吉利是啊，你女口水讲过啊。我先同佢讲清楚啊，你可以放心，你可以再娶佢，我一啲都唔介意。黐线，而家同我讲啲咁嘅嘢。你知唔知啊？我嚟咗新加坡咁耐，我最幸福嘅
只系娶咗你呢个老婆，你而家要我揾一个可以咁中我哋两个仔呢个女人，仲揾一个咁曳到嘅男人，我揾唔到啊！就会很容易的，我教你。以后妈咪不在呢，你可以自己缝衣服啊。锦怡，你学会以后，妈咪做一件新的衣服给你，好不好？嗯，我要一件和服，可以吗？嗯，好啊，做一件最美的给你。嗯。那很容易的。阿思豪啊，一个人在店里啊。嗯。你妈妈呢？他出去了，最近很少看见他哦。是好，他回来你帮我跟他讲，这几次的钱我没有见到他，我都忘记跟他拿。好好，下一次一起还给我了哈。嗯，不急啊，不急。好，谢谢。忘记带。
静音，不要哭，不要哭。为什么你的头发会掉？为什么你变成像个怪物了呀？因为妈咪生病了，所以。你为什么会生病？因为。你是不是太累？奶奶说你很累。乖，妈咪不累，妈咪还要给你做和服呢。我不要穿和服了，那你就不会那么累，就不会掉头发了。不要哭，不给你做和服，那你以后怎么做 model 呢？我怎么学缝衣服都学不会。我看 Christy 姐姐了，我做模特就可以穿你的衣服给很多很多人看。哎，来，不要哭啊，来。静怡，你没事这么好，帮妈咪画眉，一定会画得很美的，好不好？谢谢你，麻烦你了。弟弟，你在干什么？没什么。拿着妈咪那么多衣服做什么？嗯，告诉弟弟。我喜欢。
到妈咪的味道。我怕以后闻不到，就先收起来。如果妈咪以后不在，我可以默默的拿出来问妈咪，是不是想到妈咪？世豪 ，Hello Christy， 刚放学啊。嗯，妈妈最近好吗？思思。好久不见，你还是那么漂亮。要改衣服啊，要等很久哦。有事没事，都可以来找你聊嘛。你还好吧？没事吧？静怡呢？最近啊，他跟他爸爸还有婆婆比较多，是好，就留在店里帮我。思思，你是？哦，李思七。不割？没得割，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其他地方了，是要靠化疗。不错啊，打针而已。没得割吗？还在当模特吗？男朋友还好吧？思思，来，我们坐着聊。好好好。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很辛苦吧？还好，习惯就好。喂，妈，系啊系啊系啊，最近忙啊嘛，喺度喺度，等阵啦，同妈讲两句啦。喂，啊，系啊，仲可以，哦，哦，要换冷气啊，我听日叫我文件先过去啊，嗯。我会，我一定会过去饮喜酒噶。嗯。啊，啱好撞到学校假期啊嘛，我会带埋西浩同埋静怡一齐过去噶。好啊，哦，拜拜，明年见啊。早 ，CCC Dress。哦，我们九点钟就开了。好，谢谢。我的衣服呢？早就准备好了。谢谢。等下要回来啊。好，拜拜。拜拜。
妈妈这么迟还没过来啊？我也不知道。嗯，你慢慢吃吧。好，谢谢你啊，拜拜。什么事？妈咪呢？为什么留我一个人在家？妈咪在哪里？快说！爹爹带妈咪去看医生，你要做什么？很痛，放手。那你哭什么？妈咪说要帮我做和服，我要学做，可是又不像妈咪那样厉害，怎么学都学不好。你一定会学会的。你是妈咪的女儿，妈咪能做得到，你一定能。妈咪现在病了，希望你能帮她。你学会了，你就可以帮妈咪，妈咪就不用那么辛苦。你要妈咪病好吗？要。来，给我看妈咪教了你什么。妈咪说和服的布是很贵的，要好好的做，不可以紧张。你看这些图案吗？要做得好，要不然是乱乱的就不好看。来，就看。啊，这样就对了。让我看。等一下不要哭啊，不要让妈咪担心。进来吧，乖啊。怎么不叫妈咪啊？妈咪。吃饱了吗？我们不饿，刚才在家里就吃了些东西。静怡刚才在练习你教她的，手艺又进步了。等我学会了就可以帮妈咪，妈咪你就不用那么辛苦，病就会好了。好啊，妈咪，以后就不要这么辛苦了。我已经把店铺收拾得非常干净，连隔壁的老板娘都说要我帮她。以后，静怡帮你缝，我帮你看店。你病好了，到店里来就行了。好啊，好啊，妈咪答应了。小朋友真乖，来看妈妈，吃饱了没？我很饿，可不可以饿的啊？不如这样，先去吃饭，我帮你妈咪检查身体，吃饱饭再来看妈咪。我带他们去吃点东西再回来。嗯，去吧。嗯，妈咪，我们等一下再回来。你觉得怎么样？医生，我太太除了化疗之外还能做什么？我们医生已经进行了三种的方案，可是她的癌细胞还是扩散到肝、肺和脑部去了。以你太太的乳癌跟雌激素根本没有太大的关系，
说我们没有办法由抗癌的荷尔蒙来治疗，而且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可以再做另外一次的化疗。要不做化疗做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电疗，我希望能够用电疗来对付那些伤到脑部的癌细胞。啊，对了，三个月后我们还会有一些新的药方，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试一试新的临床试验。我答应。只有机会，一定要死。Afternoon tea。试下你老公嘅爱心茶同埋爱心三文治啊！等阵。帮我攞针线盒过嚟啊！你乖啦，医生佢哋翻嚟多啲休息，唔系多啲做嘢噶。唔系做嘢啊，我答应过噶。OK， 咁饮茶先。仲记得点穿添？梗系啦！喂，记住同我女讲啊，件和服我都有份做噶吓。系啊。妈咪，过来。妈咪，你的精神好多了。耶，康复要做好了对吗？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穿 ？Christmas 好不好？这是你的 Christmas 礼物 ，OK？ 哎，是啊，帮我拍你们三个的照片，我要放在床头。啊！哦，不，我要跟妈咪拍。啊，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不太好啦，你们拍。好，妈咪，我有办法。三，来，爹地跟妈咪。我们啊。靠近一点，来。好，静怡再进去。好。哎，世豪，过来一起拍。哦。抱我啊！好啊，我可以跟妈咪拍一张吗？好，一二三。
来，大家一起来。来来来，一起一起。来。啊，一二三。Hello。对对对，地址是对的。蛋糕几时会送来？哦，你们在附近了。好好好，谢谢你，拜拜。你打电话给所有的人了吗？全部都打了。哇！老板娘。老板娘。哎，什么事都是你一个人在做啊？需要帮忙吗？不用啦，你不是要请我做助手吗？哎呦，我哪敢把你抢走啊！哎，快点，外婆，帮我把食物放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放这里，放这里。哎，不要弄脏哦。思思姐过来啊，伟文啊会去带她过来，这是一个 surprise， 她不知道的。哦，喏，这都是我乖孙子主意呀、啊，她啊真厉害，一个人包到完呢。先生，请签收。好。蛋糕放哪？啊，放在那里就行了。好了。嗨。哎 ，Hello。李思思。嗨，乖。来，外婆。嗨，弟你好。老板娘。嗨，你好。来，这个是我的朋友 Joseph。Hello， Joseph。嗨。哎，这是什么啊？想开了。哇，好漂亮啊！哎，礼物要放哪里啊？哦，放那里就行了。我帮你放。谢谢。你妈最近怎么样啊？她好多了，她还叫我帮她买杂志，想看最新的潮流。那就好。我好想他。我先把照片发上去。嗯，好。怎么样？是不是要拿出来？要。我来帮忙好了。全部拿出来啊！啊，都拿出来。小心，小心。要放多少支蜡烛啊？太多人吃不够。30支。要放哪里啊？这边。这边。哎，好像电话响了。喂，西西裁缝店。
当我把切除乳房的决定告诉 Timothy， 我以为他会走，但他没有。我这才明白，失去不代表不再拥有。我割舍了那些漂亮的衣服，但同时保留了最奇妙的外衣，真正拥有自己的身体。可是我不
我喜欢这想念，你住在心里很久。可是我不想要，我喜欢。